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咱今仔日这个唱歌的这个用意吼，不是要来介绍讲大家要安怎唱歌唱好，实在是要把咱的精神要甲唱入去内底。拄则我来到这的时阵，有看到讲咱的张议长，伊咧讲到会计制度的代志，咱唔再去甲思考一件代志，就是讲。开遐尼侪钱，然后所做出来，那甲迄成本无共款，咱安尼唔知是叫做偷税还是浪费。甚至伫即个礼拜内底，你当发觉到讲，咱个行政单位所做出来代志，实在一件一件拢不可思议。我感觉迄发生个代志。愈来唔知要讲伊是好笑，还是伤心？而且我用问大家一个问题吼，咱的院长目前唔是咱的院长吼，中华民国的院长唔知叫做啥物名，行政院长唔知叫做啥物名。安尼哦，哇，哦，真侪人拢知影吼，拢捌哩。我等下再给大家要看。伊即摆阁加一个名，叫做，毋知是白菜鸡还是白痴鸡啊吼。来，我有证据会当证明讲伊是虾米款人。吼，来，咱即摆咱来先看讲咱台湾有一首歌叫做，这个历史内底你甲回想起来，我毋知你的感受是虾米货吼，就是讲一张网，经过五六十档了后。你精神了后，你看到的情形，吼、哦，咱来看一首这个，这个是苏明老先生吼，伊、哦、每一回伊咧唱，伊咧看到这个歌的时阵，伊拢甲咱讲，台湾就是爱拼，爱阁拍拼，哦，咱唔知捌听过这首歌无？咱会使来先欣赏这首歌曲是虾米款哈？唔知大家捌听过无？吼、哦，来，啊是。讲个暗时吼，那每一回至深个暗暝，那去个听着这首歌个时阵，我相信你甲我个感想拢同款。五十年来，五六十档以来，咱拢有一个愿望，就是要予咱个子孙会当肩胛头较轻个，会当予伊个大汉。也毋过，咱一旦看过一日过一日了后，我相信你的心情愈来愈沉重。而且这首歌曲内底有讲到讲，咱的打拼，
这个打拼，我去甲看做咱的文字内底，中国人甲台湾人无共款，就是伫遮。中国人内底的字典，伊无拼这字，伊从来毋捌甲你教过拼，是拼啥物货？你看咱大概若过年到咱讲啊，咱厝爱拼拼呢，就是这字拼。当咱讲七只头路，咱讲啊，咱就爱甲拍拼呢。就是叫咱来较勇敢，这是台湾人的个性。也毋过，中国人甲咱无共款的所在，就是伫遮。因将来拢毋免去拼，伊感觉因的世界内底，甲咱用啥就好，用甲咱怪就好。伊用甲你怪，比你做工会较紧。伊当拢用甲你骗，用甲你怪。所以这首歌曲内底，伊讲咱亲像梦安尼，互怪五六十档了。咱毋知精神袂，所以我看到精神吼真欢喜，听到即句话，我感觉这是真好。所以我今来介绍这首歌，就是讲咱希望这首曲会当唱伫咱心内内底，互你知影讲中国人甲台湾人无共款伫倒位。吼，来，咱来唱看卖吼。咱这个曲个，拄只迄个音乐可能伤悬吼。这大概好，咱用迄、那个。会晓唱咱台手吧吼。来，咱一边去吧。十冬红叶树冻断，百年的苦叹，子孙拢无尊严。咱来唱看卖吼，因为这些歌是予咱会当经过五十冬的这个梦吼。啊，毋过四百年来，咱台湾拢无人家己建国政府，无台湾人家己会当主张咱的什么话。所以我常常唱着这首歌的时候，咱会当发觉着讲，伫台湾这块土地，予八旗国旗插伫咱的面顶，大家插着拢讲，这就是我的国家。也毋过八旗插了后，台湾人毋捌插过真正家己一支，所以咱即届四百年来，咱的政府，台湾政府就是咱，咱要插上台湾第一支真正的国旗，就是咱要去甲插去，而且佫无要甲挽掉。即支国旗插了了后，是咱的后代、万代了后，拢总是会当认定讲，台湾就是我的国家。哦，毋是念咪变作是中国，念咪是荷兰，念咪是日本，念咪倒位安尼一个一个一直过，所以，好，咱来唱看卖，好来，好来，伊个迄个旋律吼，就是一张网五十冬，望子孙大汉。百年的苦寒，子孙拢无尊严。
台湾人该凄惨，想着目眶红，为着建国的美梦，打拼，打拼，打拼。台湾人该凄惨，想着目眶红，为着建国的美梦，打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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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相信伫中国人的字典内底，伊无拼这字。我甲查过了后，因为伊歹互咱教育，就讲咱爱勤俭。中国人一直甲咱的思想教育内底一直讲。忠孝仁爱信义和平，拢是对着因的好处。因将来毋捌甲咱讲人权的尊重，将来嘛毋捌甲咱教着讲咱爱老实。伫我囡仔的时阵，我相信大家拢捌读过一句册。每一回，当我国小的时阵，拢会当感受到。老师甲咱教，我第一界看到咱呢，吼，咱较早拢讲叫做先总统蒋公，因为就是伊个存在。当老师教咧教的时阵，讲到讲，伊细汉的时阵看到鱼啊安尼为面顶要游起哩，要背水逆水而上，踮遐拍拼。哦，我读到这句，我感觉足见笑。我讲奇怪。我若看到鱼啊吼，拢会较紧当摕网啊，要甲拦网起来吼，要甲掠起来。但哦，这阴暗会使开始煎啊，真好真香啊！竟然伊会当看到，伊会看到鱼啊咧力争上游，啊，然后才变作一个伟大人物。所以我伫遐看到一句话，让我感觉足自卑感，讲哦，咱要做高人无法度。中国人一直甲咱教育，咱才要做高人无法度。所以伊伫甲咱讲讲，高人就是安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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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但是呢，伊家己嘛做袂到。我相信，即马蒋介石若伫咧，伊若看到迄尾鱼啊，伊一定甲挂起来，绝对袂讲甲看伊对啊一直受，一定叫人甲挂起来，因硬他住。因为伊看到咱台湾人遮尼好侪物件，伊就拢甲咱抢了了啊，敢讲合作。光复节，我相信讲光复的定义是虾米货？就是讲咱古早予人提起的物件，伊甲咱抢倒来，阁还咱。也毋过，拢毋是呢。历史上记载，日本人甲咱提起的物件，伊阁甲咱抢去了，嘛变作因的伊家己落地啊。所以拢总是一直骗，一直骗。我拄则讲到这个，咱的白院长吼。我一届捌甲一个，迄个中国人咧烧钱。我甲讲，咱吼真侪物件拢总是哄骗去啊。伊讲怎么会？我们的院长啊，很不错啊。我们那个白院长很了不起啊。我讲奇怪，哪会变白院长？哦，原来伊就是变做白菜鸡，所以叫做白院长。连伊安尼都拢变过，你敢知伊安那甲咱骗？伊讲伊是白痴，诶，这是我讲的哦。我等下来看讲伊是到底，唔知是白贼啊白痴，我嘛听无。好、哦，咱来看一段白院长讲的话吼、哦。来，咱来听这段，你真足甲听讲，伊咧讲我有那么白痴吗？好、哦，你应该听看来，好、哦。这是我后会长官，我从来没有讲过。
发明无薪假可以得诺贝尔奖，不过那他你白痴。有一个创新的理念叫无薪假，其实应该得诺贝尔奖。厂商用无薪假，那真是我要拍案叫绝。我从来没有讲过发明无薪假可以得诺贝尔奖，不过那他你白痴。有一个创新的理念叫无薪假，其实应该得诺贝尔奖。厂商用无薪假，那是我要拍案叫绝。不过这是梦想家。咱拄则有听到伊咧讲的话叫做啥物话？叫做讲我到遐尼啊白痴，我乃去讲迄个话。啊，毋过伊进前讲过讲啥物话？哦，我感觉无薪假这就是一种真好的物件。哦，会使申请诺贝尔奖，这是吼，互厂商听到会拍案叫绝。伊甲你讲，啊，毋过伊后壁段就讲一句啥？我到遐白痴，我敢会讲这种话？所以伊甲你证明讲，伊是真正是白痴。这不是我讲的，这是伊证明出来。所以咱的白院长，伟大白院长吼，最近咱有看到，为着一个梦想家，唔知大家捌听过？哦，大家拢真流行讲，哦，这梦想家呢真好，吼、哦。但是，咱要听的时阵，咱来听这个梦想家。我两首歌曲和你做比较哈、哦，咱来听这个梦想家，吼、哦。哦，伊这无画面，但是你已经听讲梦想家的旋律，我毋是要叫你听这首歌哦，是要让你了解讲这个梦想家是想怎。梦想家，我们都是梦想家，梦想家啊，梦想家，我们都是想家，想多大，想多大，我的梦想有多大，我们都是梦想家，我的梦想比天还要大。因为吼，先咱来听一半咧。我甲大家介绍这首歌吼，这首歌我袂当讲伊真歹听。啊，毋过当我听到这首歌曲，伊用着2300万，无毋是歹势吼。咱爱甲报着，因为吼，这伊遐辛苦做出来2亿3000万做出来一首《梦想家》。你感觉好听无？2亿3000万，我本来佫讲哇，安尼佫做了袂歹听，尤其因个文化局个人佫讲着讲，因为这文化吼，这艺术是无价，所以必须花到2亿3000万。我听着讲安尼吼，安那讲起来，这个梦想家这首曲，咱拄只有听着片段。伊讲一直梦想家，梦想家，安尼爱2亿3000万，而且这个作曲的人是几十年前人伊就写好啊，伊是抄别人的曲来制作，安尼就2亿3000万。咱大家听这个物件，哦，等下我阁甲你介绍一首，吼、哦，等下再阁讲吼，因为你有发觉到。伊是安怎遮贵个物件？伊讲艺术品，艺术的物件无价。我讲啊，这感觉叫做艺术，人迄真早就有安尼。啊，伊即摆怎啊变贵哦？迄、那个盛智仁伊就开始讲哦，因为哦，我们这个是哦比照美国百老汇，我怎啊去上网甲查了百老汇？你敢知影百老汇是美国百年伊真早就拢个？伊个内底吼，伊个有一首曲，迄歌剧叫做《Cat》吼，猫剧，迄相当用几百人啊，然后安尼训练，搁再训练，安尼一直做出来。你敢知伊拢总开偌济钱？拢总为头到尾唱过几首，唱过伊那巡回演唱，一个月唱一届，所以伊拢总一年唱12遍。你敢知伊开偌济钱？
我知道咱这有咧传播吼，我希望大家坐好，莫连累。啊，听咧传播的人，请你嘛注意，咱咧开家事的先甲关起来，咧抱囡仔先甲囥好。啊，大家拢准备好，闭关的先较紧来一个。因为我公布这个数字了，我惊你的连累。拢总开2400万做一年，所以平均起来，咱开偌济？两枚安尼开2.3亿，伊个是足有水准的，人去表演安尼，拢总才开2400万，唱多一年一个月一场，多12场，平均起来，因安尼一年唱一遍。的费用，哦，咱就是爱开足济呢。因表演一场啊，因迄是门票阁卖出去啊，但是伊讲盛世仁讲一句啥物？伊讲你袂当安尼讲啊！你看梦想家表演落去，遐济人咧听，代表这真有价值。为着百年，咱爱来做。我讲安尼敢对？你有想看卖无？咱若要予真济人会当来听，我讲你若2亿3000万予我，我甲你保证，我会用予足济人来听，我会用甲所有钱请去台下店讲，你若来听的人，因为我惊伊会跌死人吼，迄钱足济跌着人，我讲来听的人，我一人分你500，你想会偌济人来听？袂算的，无法度算。咱袂使艺术用物件用人济甲少来表现，毋是。我每一回讲，真是越讲越生气，越激动，是希望讲咱会当去发觉到。所以你看咱的编译长吼，甲这个马先生，迄做啥物代志拢予人安尼感觉怪怪。最近伊来个南投，连锁嘛讲悠悠等，连咧回想嘛开始讲，歹势哦，这吼、哦，这唔是我请来哦，这是南投馆长请的吼、哦。啊，歹势，这若出代志，莫对阮遮算吼。这是南投馆长因两个邀当伊哦，迄是两个伊请来，邀煞来煞当去。而且伊搁咧做一件代志，叫做啥物货？要予人保平安，迄个做哦平安符。我毋知大家有摕到无？你若摕到的人会惨，手会烂去，因为迄个符啊，你用斟酌甲看。人符的面顶拢写的是啥物货？是迄个姜的名字，啊，佮伊的神的名。我讲马先生敢做神啊？无伊哪敢名写伫符的面顶，足奇怪。所以咱会看到这时阵，你毋知去思想真济代志。中国人敢若骗，佮佮人怪，伊感觉伊袂去拍拼，伊感觉用怪的较紧。所以咱伫看过这情形时阵。每一回咧教这个分享歌曲，我拢真爱甲大家讲，台湾唱的歌唔是真歹。台湾唱的歌，会记哩我伫1999年，咱台湾发生一个911大地震，迄、那个日本演唱家，伊甲我讲，因来甲咱台湾唱这个演唱会。安慰人心的时阵，我知影讲，因迄一场来做的场，一场是偌济钱，请因过来这边唱一场，用三重唱安尼一场是100万台票。咱来听看卖吼，这首是1999年9月21日地震了后，日本伊对着因的国家，带着因的歌星来到咱台湾。唱歌安慰人的迄个情形，这首歌叫做《化为千峰》哈。虽然伊的歌是真遐尼啊哀伤，暗句我感受着讲，大家听了后，迄个心情拢得到真大安慰。开偌济钱，拢总讲爱开一场100万，连迄布景、遐道具、啥物货拢用用的，大超100万。但是伊了后，伊阁将只钱阁捐献出来，等于免钱。按古，甲咱2亿3000万，拄则我是安那拨迄个梦想家拨一半尔，因为太贵个，你若要听贵收甲了，可能足济钱个，咱莫遐偷济，咱听一半就好。咱即马来听这首免钱个，你看
感想什么款，或者化为千峰哈，一个这日语叫做 same 哈 same no kaze ni na aji de 哈，来，咱来听看卖哈。伊是用三重唱的原意哈，三重唱三重的曲。
讲伊个价值，因为当迄时我住伫灾区个时阵，因讲因一场演唱团要过来，我甲讲哦，啊，这场请起来偌济钱？伊甲讲，若伫日本，小型一场拢差不多爱100万至200万。我讲，按阮灾区敢有遐济钱？伊讲，无，伊要来甲咱唱歌，互咱知影。伊当唱起来时阵，唱了，伊这个意思，因为伫灾区迄时阵，真济人死去。但是伊来唱了，伊当伊咧讲翻译伊这个话词的时阵，伊讲，恁唔好伫我的墓，吼、哦、坟墓的前面踮只哭，因为我无伫遮。吼、哦，伊是咧替这个往生的人咧讲，讲恁唔好伤心，恁爱阁徛起来。因为伊无离开咱，伊个灵魂是亲像早时的日头同款，甲咱照耀，予咱感觉咱的心会知影讲，虽然伫肉体生命无去，也毋过因精神上的活命起来，来甲咱安慰。这是日本带予咱的感想。会记得我迄届看到因手牵手，怎甲咱回事的讲，歹势，我已经尽力啦。甲恁救到这时阵尽力啦，这唔免钱。但是咱相对看到马先生去甲小林灾区的时阵，讲迄种话，你唔是看到我吗？哦，迄种遮尔啊骄傲，伊讲啊马先生啊，你那即阵才来啊，伊讲啊我唔是来啊吗？啊你唔是看到我吗？啊要安怎？啊都死就死啊，无法度啊，呆呆算你较衰啊。迄是迄种伊语言安尼，甲咱糟蹋，伊根本就无重视咱的台湾人。我感觉比较到这个时阵，你的心唔知啥物款。所以每一回你教育咱的歌曲的时阵，就是要叫醒讲，台湾唔是人拢遮歹，台湾有真好真好的物件，你唔知去发觉哦。迄是咱甲咱教育讲啊，咱爱读四书五经啊，读了的时阵。你根本不要分别讲，什么爱这个叫做诚实。在我的感想内底，教育这侪内底，我发觉到老师一直咧未去对着欺骗的甲谴责，未去对着讲啊，伊这个物件你咧讲骗白贼，啊，然后甲你处罚，未，伊感觉你骗了真好，所以你看伊用足侪。真神话的东西把我们骗说，哦，那中国人的武功这么厉害，这样跳来跳去，够有影，台湾人都在口袋里爬来爬去，他在那跳来跳去，中国人，哦，战争多伟大，尤其我看到最近那新闻说的做国父，哇，这真是看了说，这敢叫做国父，他不是，他不是台湾人的国父，他的一个名称叫做孙大炮，孙大炮就是说都安尼乌白单啦，吼、哦！啊，人咧辛亥革命成功了，伊在伫哈鲁鲁看到报纸，较紧飞过来。哦，恁成功啊！啊，拄啊好，伊在变作，吼、哦，推翻满清。其实，迄拢唔免甲按家己就倒啊。是安怎，咱会去甲变作叫做国父？咱台湾人爱争请，咱迄毋是咱的国父。甚至佫一个问题，伊那是国父来讲。伊那去待伫美国，伊毋是待伫中国呢，伊是待伫美国哈鲁鲁檀香山的所在。所以我自己想跟老师相争，讲老师，啊，你讲伊是国父，那去待到别个人因家，唔来待到家己的厝。伊讲中山陵迄就是伊的墓啊，敢唔对？但是佫经过大寒了，才知迄内底带起尿起是甚物物件，伊的衫、伊的帽啊、衣冠冢。连这嘛通啊骗，所以你会看讲，咱互一直骗，一直骗，骗超60年，就是讲啊，台湾这块土地就是中国祖先对一边过来甲咱照顾。当你想到安尼时阵，咱唔爱有台湾家己的歌，以前那台湾人一直坠落落去。你有感觉到即卖少年人，甚至囡仔，一开始已经无去思考到讲，咱变啊拍拼。伊甘愿歹拍拼，伊甘愿讲，我著来讲用骗的，用怪的。甚至你若看到中国迄边的选举，
伊一块标语打出来，你毋知着惊未？伊讲打一个标语哦，真清楚的标语，讲本候选人绝对清清白白的买票。哦，有这种的呢，清清白白的买票。老实，啊，大家佫投予伊呢。我讲这种物件，敢会使伫咱遮存在？该老师说伊嘛真袂见效。当拄则咱的白议长讲，我敢白痴哦，我敢有讲过。但是咱实在讲的，伊有讲过的话，伊拢硬整整甲无。这就是台，这就是中国人的个性。台湾人唔是安尼，台湾人有真水真水的物件。台湾人有家己爱唱的歌，过来一首，我来介绍。咱台湾有一首叫做《福尔摩沙颂》，这首《福尔摩沙颂》就是咧甲咱讲台湾的位置。台湾有真济真济，你会当去欣赏，只是你无去了解，安尼尔。哦，这首《福尔摩沙颂》吼，来，咱来听这旋律，你毋知捌听过吼？这个旋律是，来，我先。端这边看，咱会使，你若会晓唱，咱会唱看卖吼。真爱讲讲这首歌吼、哦、是真水，因为伊咧讲着讲，咱的台湾内底，亲像阿母咧叫咱共款，咱作者台语歌，我甲看过讲是安怎有真侪歌互禁唱，袂使咧唱。伊拢甲咱讲啊，这个歌吼、哦、像黄昏的故乡，伊嘛亲像讲亲像阿母咧叫我，啊国民党迄个时阵听到就甲伊讲啊，这安尼袂使禁掉，袂使唱。因为伊感觉讲，予咱会当叫醒咱的良心的时阵，国民党就惨，所以伊就甲咱骗落去。伊甲咱骗讲，咱毋免去相信阿母的疼。伊甲你讲，咱就是爱去斗争咱的爸母。你看中国社会，伊就是用斗争，人甲人之间袂当互相信任，就是爱斗争。结果是什么人会当得到上大的福利？就是掌权者。所以伫遮来看，你会当发现着讲，伊这首歌内底，当伫美国迄边咧唱，有真侪人听到，伊会讲哇，咱实在是拢甲台湾放袂记，因为真侪人拢已经袂记哩讲我伫呾出世，真侪人拢袂记哩讲台湾还佫一个所在。虽然伫地球内底伊真细、真微细，啊，毋过伊确实真伟大，因为伊遮个环境、地理种种，甚至伊个人拢是遮尼啊勤俭老实，咱是去互骗去怪去尔。所以咱来唱这个歌吼，
来，咱来唱看嘛，咱大家用大声来甲唱看吼。来，别来。我梦想，咱的梦，咱的爱，亲像下无叫阮的名，摇啊摇啊摇，烧啊烧，永远抱着美丽梦。佛摩萨，咱的梦，咱的爱，有咱祖先老鬼光，摇啊摇啊摇，烧啊烧，永远抱着美丽梦。佛摩萨，咱的梦，咱的爱，无怨无悔来期待，摇啊摇啊摇，烧啊烧，永远抱着咱的梦。摇啊摇啊摇，烧啊烧，永远抱着咱的梦。你甲看讲，伊甲咱教讲，摇啊摇，烧啊烧，永远抱着咱的梦。但是，你毋知去发觉着即卖囡仔，伊敢若感受袂到讲，啥物叫做母亲的疼。尤其甲即卖爸母，我有当看到伊咧教育伊个囡仔。当咱看到新闻，从三岁囡仔、两岁，甚至一岁，伤吵就甲拍死，甚至用毒品甲用好死。伊敢讲，我啥人就甲你饲。故真侪少年的妈妈。当我逐概看到台中市，我若伫遐咧行路的时阵，伊个囡仔伫边哭干呢，伊这个妈妈咧创啥物货？伫遐咧拍电动玩具，我一直耍一直耍，讲卖甲吵，我特别过关。我讲你个囡仔特别哭死呀，吼、哦！甚至我一概看伊哭干已经挡袂牢，我过去甲抱起来，伊甲我讲一句我真伤心的话，叫做啥？讲你若爱怎，互你啦。我实在是想着讲，即卖囡仔哪只变作安尼去？尤其着即卖爸母，渐渐到我同年岁，伊用啥物物件来看待伊个囡仔？每一回，若咧看到囡仔讲，哇，阮个囡仔真贤真好个时阵，伊拢甲你讲，阮大汉囝袂歹，读册拢第一名，第二查囝嘛袂歹，第班上拢五名来。啊、我讲啊，你敢明仔佫一个咧？啊，迄个我毋知。我感受着讲，即敢是妈妈的行为，毋是呢？妈妈的行为，不管你读册熬含慢，还是栽种无栽种，熬趁钱无熬趁钱，拢总是妈妈的囝。咱台湾人就是安尼，互中国人教育甲变作，你读册熬则是熬。啊，你若含慢的人，迄算你较衰。无法度，你会当看到咱即马政府为着要选举，甲咱加316元，平均起来一天加无一粒卤卵。安尼讲伫遐，叫咱爱创啥？看到伊的时阵，爱甲讲谢主良恩，爱甲跪落去，敢若亲像安尼共款。啊，但是因家己的公务人员变做啥货？加3%就去啊！这些是真无平等，台湾人毋是安尼，咱连看到真侪制度，亲像印度共款，伊假使讲一堆的努力啊，饲一寡遐个政府官员，咱伫遮拍拼到要死，伊嘛知影讲咱台湾人真拍拼，所以伫细汉囡仔，伊甲咱教育啥物货？教育讲
恁爱埋头苦干。我讲笑诶，千万唔好埋头苦干，爱看到咱的方向去拍拼。伊就是爱咱台湾人拍拼拢无方向乌白撞，啊，就拼拼拼拼到咱若输去领导的代志，这唔对。咱唔通去埋头苦干，咱爱认定方向，啊，然后来向这个路拍拼。你会看到咱中国的教育内底，已经把咱教育到真侪真侪代志讲袂了，好像讲白贼是正常。啊，若袂晓讲白贼，是你袂晓，你含慢。在咱的社会已经变转，但是我相信伫咱遮济各位，因为恁拢已经精神，知影讲台湾有一条路真好。咱要知影咱的台湾。你若看到讲，咱的教育内底有常常甲咱讲，那称呼台湾的文化，伊拢甲咱讲台湾风俗；啊，那中国的风俗，伊拢讲叫做中国文化。风俗就是恁家己规定的，啊，那文化是国家规定。是安怎台湾那会变作拢是风俗？唔是。恁会当看到台湾的伟大伫倒位？后一首歌曲，我感觉恁若甲听了。迄正港伫咱台湾出，吼、哦，咱台湾唱出来，迄伫无外远的所在，你若有机会去到迄个南投罗那，你会当即摆因好佳哉吼，伊个囡仔我佫一届佫当伊甲看的时阵，因佫开始咧练习唱歌，因有一个愿望，就是要甲将台湾的歌唱予全世界去听，咱已经达到，因这首歌伫全世界拢知影。有一个歌唱团，伊的八部和声是遐尼啊水，全世界真欣赏。过来，咱来听一首《美丽台湾妈妈》，这是由大波国小的囡仔，吼、哦，迄时阵我甲录影的时阵，因拢啊真细汉，啊，毋过因唱出来歌声，我保证比梦想家搁较水，毋免开钱。吼、哦，免开两亿，我实在想讲，咱两亿三千万摕来，互因去来栽培时阵，今仔日不得了。你会看讲，这种政府开偌济钱伫这个团体，咱来欣赏。团的团员，我要我的妈妈回来看我们一面。只要看一面我就满足了，我也要我爸爸六日回来这里看我，顺便买礼物给我。我更想要爸爸妈妈能够和好。我想有一天我要一个人独立，我也想要电脑。我更想要永远待在东埔。我目前最想要做的事是把歌唱好。Oh
双眸，无改无忘。吉达努玛达海瓦西里，一度法度西尼诃米，到巴哈尼亚面地。时阵是国际捌冠军过，伫国际上，迄评审看到的时阵，听到因台拢精神，讲这是啥物所在，哪有这种歌曲？你有注意听无？伊拢总唱的歌声是八部，全世界有八部的，敢那独独台湾，这是国际肯定的一个文化遗产吼。所以，咱伫即届训练了后，咱大家当知影讲。唔通看轻咱家己的台湾，好、哦，以上的分享吼、哦，真感谢大家来大家做分享，谢谢。起立，立正，亚丽，大家休息。